佐与郭碧婷2019年结婚，育有两个宝贝孩子。然而向佐却被爆料出轨，两人婚姻疑似出现状况。不过近期向佐频频晒出两人同框闪照，破除婚变传言。但近日就有某八卦博主发文写下向佐私底下花，大众面前秀恩爱，恋爱老婆人设。自从向华强和向太公开表示把珠宝都留给郭碧婷以后，他就回归家庭了，一副生怕爹娘跳过他练小号的样子。对此向佐看到后亲自回复反击，从来都没有想要过的东西，不明白你们在胡思乱想什么，我对珠宝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回不回家开不开心我会从家人眼中看出来，不需要大家担心。更说网友可以任意猜测，自己也会偶尔回复，无奈直呼一点逻辑都没有的讨论在路网掀起热议。Thank you.